没关门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嘿，又看动画片儿。你离我远点。给我织毛衣呢，别织了啊，回屋叫叫。后边咋的了？这是啊，咋的了？你不知道吗？这都几点了你才回来呀？哎呀妈，老公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我们广告部今儿啊又跟那温碧泉合作，那老愉快了，于是就整个 party 都去了。你说我作为一个小条条，是不是我能不去吗？啊，那也不给面子呀，你说是不是？ party 就得喝酒吗？不给面子不喝。行，你喝吧。现在你就继续跟他们喝的去。别闹，跟他们喝个够，去，不用你回来陪我。别闹，别闹。哎呀妈，给我整点水去。现在就不，你给我跟他们喝去，你滚，你滚，你滚。哎呀，你有病啊！你打我！不是，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我一天天我容易吗我呀？啊，谁喝酒不难受啊？我喝酒我不难受吗？我去，我为了啥啊？你说我为了啥？我不天天出去工作，我不应酬，你搁家吃啥喝啥啊？行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行，我在这家我就是个废物。咋的？我走还不行吗？我离开你，我找我爸去。走，你别回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等着走，你等着走。完蛋玩意儿！我走走走。程程，爸爸，你咋回来了？你说一说你这点出息啊！别哭，爸不在这儿呢吗？咋的这是啊？哎呀，行了，怎么着？人吵着了？张瑞雪在打我。这不是爸说你啊，你都知道他爱喝酒，你就跟他别跟他一样就完了呗，让他点儿。我让着他了，让他再喝完酒，再耍酒疯，他打我站着。爸，他好像追这来了，我不想看着他。这完了。爸，你睡了没有？你上里屋先躲一会儿。爸。完蛋了，玩意儿。啊，雪儿来了。爸，我们家小程程来没？没有啊。嗯？那啥钱的，他能上这干啥来？怎么的？你俩吵架了啊？没有啊。我爸，那什么，他刚才出来散步了，完我就追出来了，我和他。上这儿来了呢？不是，就你散步，这都几点了，那也该回家了。你说实话，你俩是不是吵吵了？是。因为啥呀？用啥吧？用啥呢？爸，你听我说啊，就前两天我俩不逛街嘛，走人卖店门口，说啥不走了，非要我给他买个店。爸，你合计合计，那玩意儿别人穿好看，那糊他身上，那不跟熊瞎子似的。雪儿，这里你坐啊，听爸跟你说两句。你坐。那你坐。
雪儿啊，我得替你爸和你妈教育你几句。嗯。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。嗯。你说程程啊，这么大个小伙子。嗯。你说你呀，喝点酒回来，你说打就打一通，你说踹就踹一通，你咋那么狠心呢？下去那个手啊啊！爸呀，我没打他，我就出去应酬喝点酒。那怎么是程程回来跟我爸瞎呀？你不打他，他能回来跟我说你打他了？行了，爸，你别生气了啊，我错了，行不？我这不回来接他来了吗？你不人你劝劝他，我把他带走得了。行行。行吗？这两口子打架呀，这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我得叫出来，你好好跟他说说。哦，爸你真好，爸。嗯。他，程程，来，出来吧，你看，你出来吧。人家来接你了，还有啥？你说，好好唠唠。亲爱的，爸，别闹了。张雪，你别惹。嗯，刚开始没搞对象，咱俩没结婚，你追我那时候，我一哭你就哄我。现在结完婚了，你动手打我，还打我这儿，可疼可疼了都。我这不也哄你来了吗？乖啊，这疼是不要揉揉啊？媳妇错了，下次。你早干啥来着呢？行了，宝贝儿。我不是不理解你，酒吧可以喝。你说你天天这么喝，要把身体喝坏了，咱这家咋整啊？哎妈，老公啊，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就你最好，对我最好，亲亲啊！不让这些人看。爸，爸，哎，怎么着？我俩好了。